个公司要开个哪些领域啊？赚起来了。这个一个。然后呢？稍微往后再。稍微往后一点。这个是大的还是小的？这是直径65厘米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多少钱？直径五十。小朋友往后再一点，小朋友。这个是多少钱？这个？这个大概在5000。啊，这个哪一个卖给我吧？啊，这个拿回去干嘛？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妈妈就这样立。这个图像就是可以自己设计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自己往里传，装到图像后支持啊。他们赚回来有危险费。我天！在哪里呀、啊？比如说我现在拍一个就可以传递。我在大一在创业这边啊。我在录像一个。这个一条是你能现场卖吗？没有，我们今天就是商业。这个用来干嘛的？现在主要是商业广告。我们一共4个馆。我们所有的产品在这个上面给你展示出来。我们上海这边，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 logo 的封面，所有的 logo 全都。你们补车给我一本吗？我们没有带。那你买要怎么买啊？没有，不用买。加微信买的。加微信是吧？就来你能不能现场拍一个试一下？现场拍一个试一下。那个票，小朋友小心，不要往前看，小心点。哪里呀？在里面。哪里？卖任何的产品？哎，我看一下。卖任何的产品就在这个上面做啊。啥？卖任何的产品就在这个上面做啊。今天我们没有带货。没有吧？啊，就任何产品都可以。材料没有带，就先加上微信。You 很像哦。哎，我们如果 KTV 想小姐也可以出去在这里选啊。厉害，这个很好。买了没有？做什么东西？